干嘛、啊？你知道教会发生件大事了吗？什么大事啊？耶稣要来了吗？不是啦，就是那个。你讲不要去台六，要去台六阿来人。哦，要去宣教哦，阿来。怎么办？带我走，去那遥远的圣城。不要开玩笑了，真的嘛？好了，那我们祝福诺恩。好吧，那就祝福诺恩，亲爱的石诺恩，祝福你到深圳，一切身心都健壮，有神满满的祝福，好不好？我们会永远爱你哦。我们谢谢你这几年的陪伴，陪伴我们全家，还有少爷少婷，这几年真的是让我们在台南旌旗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祝你到了这个深圳的话一切顺利，那如果在深圳有什么委屈的话也记得跟我讲，我会找人去帮你处理的。那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哦，你以为每周二的那个便当是我顺便帮你带的吗？错，其实每一道菜都是我精心特别为你煮的，因为我知道你非常的挑食，炒菜不能放蒜头，然后洋葱炒牛肉不能放洋葱，葱花蛋不能加葱，真的是很难搞，而且鱼不能吃，然后海鲜也不碰，所以呢我每次就要费尽心思来为你做饭。可是啊，我很享受帮你做饭，因为一直以来我们都把你当成是我们家的大女儿，然后就是我相信你在吃我做的饭菜的时候也享受到满满的母爱。真的很舍不得你离开我们，这几年来我们真的太习惯有你在教会了，我不敢想象以后没有你的日子，可是我还是相信这是神美好的带领，那希望你要快去快回，我们需要你啊。不能这样说，这样好像有点就是我们就是祝福你，好，永远爱你哦。好，哈喽，诺恩，一听到你要去深圳的消息，其实心里有一股很奇怪的感觉，想说好不容易有一个可以聊天的朋友，现在我要找谁聊？但是相信这个是神为你安排的道路，虽然要离开台南这个地方，但是我们还是祝福你在未来的道路里面有神满满的祝福跟爱在你的心中，继续为神国努力打拼，希望你在深圳的地方能够有更多的朋友，还有更多神的爱与你同在。感谢赞美主。我亚伯拉罕的福我要送给你，多产倍增长全，凡你所到之处都是那丰盛的，你所求所想的神也要都要来祝福你。我相信你的人，你要翻转彼岸，翻转彼岸吧，诺恩，靠着那加给你力量的，你凡事都能。阿妹，诺恩，谢谢你一直陪伴我，给我信心，给我力量。我现在也祝福你到任何一个地方，你都是与神同，神都与你同在的，祝福你恩典满满。我们祝福诺恩在宣教的过程当中，祈求天父保守他的平安，凡事兴盛，身体健壮，使他得人如得雨，结出百倍的果子，来荣耀上帝的圣灵。哈利路亚，阿们，爱你哦，爱你哦。祝福诺恩去大陆的时候，可以可以卡掉吗？不要，继续。为什么？继续。好了好了，就是诺恩，虽然我很舍不得你，可是没关系，就是这是神给你的，就是安排。就是我也就是要为你祷告，就是也为你祷告，然后也替你开心。就是诺恩去
去宣教这段期间，就是这样祝福你，就是有神的恩典大大的充满你。亲爱的诺恩，你居然要走了，而且我很完全知道，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是呢，很谢谢你，这从我受洗到现在，从我忘记你到现在，然后还有就是常常还带我去吃肉圆。然后虽然我们相处的时间不多，不过希望有机会可以去对岸找你，然后也希望你在那边一帆风顺，一马累兵，耶 ！OK， 加油，诺恩，我爱你。你要走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这么舍不得你。哦，你去大陆，希望你下次回到台湾的时候，可以带一个老公，好几个小孩子回来给我们看，耶！你是基督的精兵。你必要去为主得着那地的民，建立神的国，阿门。诺恩就祝福你到大陆的过程都一路顺风，然后祝福你在大陆能够得到更多的灵魂，然后也可以使更多的青年在你的带领下可以归到主的名下。我们也就祝福你，就是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主的恩膏，然后满有他的祝福，也祝福你就是充满从神而来的智慧。我们今年会等你从大陆回来的，所以不用担心我会忘记你。我很知道你去大陆，我们会很想你。这样之后，我跟妈妈吵架会有点难沟通。希望就是吵架才就是可以找你来协调，然后就是祝你去大陆就是可以一切都很顺利，一切有主的带领跟保守，就是让你可以带领更多人归向主，然后。我们青年全部都会很想你，然后等你下次回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全部都变成不一样，都会很有主的样子。安妮，好，我们听说你要去大陆了，其实乍听之下心里有点不舍，但也没办法，神的安排就是有他美好的计划。那祝福你，去到深圳呢，能够真的是为主大发热心，更多更多的来收割当地的灵魂，也帮助当地的牧者，能够正式在那边先建立起刚强荣耀的教会。愿上帝真的做你脚前的道路上光，继续一步一步带领你。阿门。然后我感冒就勉强的听了讲话，所以刚刚有知道上来对你说话，然后就是刚刚稍微祷告一下。然后领受到就是跟海有关系，就是有红海，或者是说你好像站在船舰前面，然后冲啊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就是，哎，上帝创造的那么真的很特别，是一个很有冲劲、很有活力的人。然后相信就是你未来到深圳之后，就是就像开红海一样，就是上帝会为你开那边的红海，许许多多不可能的事情都要成为可能，因为上帝把他的爱你就是你。然后就是属神的大将摆在那边，所以我相信就是摩西领了，哎，埃及人多少人？不是埃及人，那个以色列人多少人？多少人？40万。然后我相信上帝会赐给你40万人，所以要预备好自己的心情，一定很兴奋。然后祝福你去到深圳那边，就是也许啊，这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不舍，但我相信就是上帝的恩典也如海一样，会大大的就是在你需要的时候，他的恩典供应。然后你要时常的躺卧在上帝的这个恩典之海，你会相当放松，并且你会得着许多的。就祝福诺恩，祝福你，上帝祝福你。是200万还是40万？不管200万还是40万，就是上帝已经量给许许多的人，量给你，然后一定要在你这边收割。所以就感谢主。阿门。耶。我说3、2、1，等一下，我们先练习一下，顿3秒再讲。好，我们两个先练习一下。嗨，诺恩。嗨，诺恩。你是上帝派给我们家的天使，不管你到哪里，上帝的爱都与我们同在。虽然你即将到对岸，但是爱哭的我，不管多晚，你都要陪我一起哭，一起笑。我们全家永远会想念你的。谢谢你在荆棘教会这些日子的陪伴，爱你哦。这样 OK 吗？
可以啊。可以哦。真的吗？嗯，真好。嗯，我想吃下去而已。好。哦。但是我们家也累。太夸张。你等一下转过去再弄吧。你是正常版的吗？正常版的吗？那一开始就是我们笑，我很难讲哎。正常版，好，预备，3、2、1，走。走，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是正柱吗？不是正啊。哦，对不起，是准还是正？啊，这不是重点吗？偏离主题了。重点是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NG 很难，这玩意儿得解嘛。诺恩，有你的日子怎么办？太难过了，对啊，真的。可是还是过年开心嘛、啊，就是感谢神，就是把你，就是拆派下来。是现在台南不是宣教了5年，是，然后这是让你越来越茁壮，越来越成熟，所以我们就生产了。你是生长的东西，灵命更茁壮，灵命跟那个对内在外在一起，神就又预备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就觉得很希望不要再生产，不要再茁壮下去。这也不是重点。好啦，好就是那你讲你啊，祝福我的区长。其实啊，我会好好认真考虑你给我的建议，好不好？因为你真的。不能，我应该要顺服我的权柄啊！我诺恩真的是很开心哈，能够在虽然好像跟你在青年区才一年多，所以我觉得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不过你在深圳呢，也可以连线嘛，对不对哈？来，路无国界嘛，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继续连线，然后等我带你到青年去找你学，对吧？我带您的亲，社亲一起去谈，一起，对，一起，好，等我们哦 ，Love you， 耶，一起胜利，一起，哇 ，Love you，Love you， 哈哈，大笑，哈哈，傻笑，好，那个，哎，那我们已经开始想你喽。好啦，要那个去大陆要好好照顾自己，然后，然后要想我们哦。对啦对啦，那个，对啦，对啦，那个。什么啦？一直对。会很想你的啦，真的很不舍啦。哎呀，好。我们全都是代言人啊！一般的。哦，那好，那个神的恩典与你同在。对。加油啊！加油。对，也不太会讲话啊。好。哎，真的，哎呀，很衷心的祝福你啊！真的，加油啊，加油。OK， 好，诺恩，为什么你要离开？我想哭，要结论。好，明明在笑。不管怎么样，真的舍不得你啊。还是要把那个祝福献给你。好，记得哦，到大陆之后呢，记得，去深圳都记得，帮我找好玩的地方，好吃的地方，我会去找你，知道吗？哎。啊，你要记得想喝红豆汤的时候再回来找我 ，OK？ 但是你也要干啊？什么？哦，那个我们的不是红豆汤，我的红豆汤是免费的哈，免费的 free 的哈，又拿什么来交换的哈？好了，诺恩祝福你啊！愿神大大的使用你在神的国度当中，我相信
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整个很蒙福。阿门。对不起，因为我时间被评委请用去，所以我只好跟你说，你还不是九秒的关系。这样说，谢谢你一路的陪伴跟照顾，其实你今天帮助我很多，神从你的生命里面去常启示我该怎么做。神跟我说，你真是有神同在的人，无论你到哪里，我相信神会更多的祝福你，使用你。刚才来教会的路上，想到你即将要离开台南亲戚，我已经哭过了。我想到我们从基隆来到台南这一千多个日子里面，因为有你的帮助，有你的陪伴，无论是在事工上面，还是陪伴我两个孩子上面，我真的觉得我生命当中，你在我们里面真的很重要。虽然你要被差派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帮助更多的人，我们心里很舍不得，但是我还是要祝福你，祝福你到那个城市就成为那个城市的光，去祝福那地，跟那地为业。我觉得你很棒，也很羡慕你，因为有这样的机会。我觉得我们已经把你当作是家人。虽然你要离开，心中很舍不得，但是我觉得在惊奇，你就是一个勇敢前往的那一个勇士。我觉得神非常的看重你，我相信当你带着这样的一个意向到深圳这个地方去的时候，相信必为那个地方带来极大的翻转。使用你神上帝赐给你这样的恩典。以及这样的一个经验，我相信那个地方比较大的翻转，心里真的是很舍不得。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应生跟月年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啊，真的吗？”可见你在这两个孩子心目中是有极大的一个分位。有时候我们讲不听，但是我讲，因为我讲的，他们都非常的尊敬你。可见你在他们生命中的地位真的是非常重要。虽然舍不得，但是依然要祝福你。无论你在哪里，神都与你同在，也要帮助你能够得着那地为业。愿上帝都与你同在。如果想念我们，随时可以要到我们这边。需要孔雀羽跟我讲，我们那边很多。赶快回来哦！不要让我们等太久，加油！加油 ！Yes， 在线吗？录了吗？嗨，子们，嗨，哈哈哈哈哈，不要造成我。诺恩，不管日程如何，哎，要跳一下，跳一下，哈哈哈哈哈。子们，知道你要去对岸，哎呀，真的是很兴奋。神是真的是当神说。去十万名做主的门徒的时候，你就说：“主啊，我在这里，我愿意去。”而主也是不会亏待你的，因为主是信实的，你们家的人，所以祝福你。诶，那个，不管日子如何，神给你的力量就如何，神大能大力与你同在。好，结束。嗨，诺恩。恭喜你要去大陆啦！我相信这一路程有神的这样子跟这样子与你一起同行，相信你就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朝着标杆直跑，得到神在大陆那边那个为你所预备的奖赏，以及这样子荣耀的产业。感谢主，哈利路亚！是的，诺恩，谢谢你过去在台南的付出跟努力，也相信上帝要让你去。大陆有一个新的开始，有一个新的季节，而且相信神要为你预备一个非常美妙的宣教之旅。加油，我们与你同在。阿门。神也与你同在。阿门。哈利路亚。好，诺恩，谢谢你，我们来到惊奇，谢谢一路的陪伴，我们在很低潮的时候鼓励我们。我们真的是非常的不舍你要到深圳去，但是我们要满满的祝福你，因为那是神的心意，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相信你将来必要成就更丰盛的产业。感谢主。我
要我谢谢你这么多年来对他的照顾，让他可以重新再跟神对焦，也回到教会。谢谢你，每次想到你啊，可以安静吗？不行哦。我们谢谢你，我们真的，我们这家除了我，还有玉春，还有玉云，真的感谢你一路的陪伴，也一路的带领我们，也一路的鼓励我们。可以重新来吗？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有预备，但是，重新好了啦，不好意思。其实，还是你们把稿子，就把稿子放下，就是讲就对了，是不是？对，就讲，因为。这像这种其实呢，这种影片呢，其实就是最真诚、最没有包装、最切中的。欢迎谁？欢迎谁？过来。这你还要再剪接吗？啊、哦，我看情况。啊，不要吧。没关系，欢迎你。我重新好了。各位，我们虽然有些不舍，但是我们真的满满的祝福你。也谢谢你这一路上陪伴着我们，从我们进到荆棘陪我们，让我们在低潮、高山、低谷都有你的笑声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能够被装备、被成全。虽然说有些不舍，你要到神君去，但是我们相信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幕后神要对你的祝福要大过先前的祝福。谢谢主带领诺恩到神君，相信他将来会得着丰盛的产业。诺恩，真的谢谢你，玉你要让我在这里来谢谢你，因为这几年对他的照顾，让他可以重新再回到教会。真的谢谢你，每次想到你就要如箭射出的时候，主啊，我的心就真的常常不舍。但是我知道这是主的特别拣选，我相信你是耶和华得胜的箭，必然可以得着那仇敌的城门，而且要祝福那地。诺恩，我们会记得你的好。那也让我们一起彼此鼓励，让我们在主的意象的当中，我们可以共同奔跑，然后永不放弃。诺恩，加油！加油！诺恩，听到你要去大陆宣教，哎，哇，舍不得哦，真的，尤其是教会的那些宝贝。小朋友们应该更舍不得你，要好好的保重身体，然后去救赎那些在大陆的灵魂，他们都是贵族的，因为你加油。Hello， 诺安，听到你要去大陆了，但是你要去的地方 是我弟弟也在那里，那真的是。带着祝福跟舍不得，但是希望你在那里就是用你的生命在影响更多人。拜拜，加油！就已经开始了哦，对，开始了，这是要认真开始了，我这是要认真了，开始了吗？还没啊，我还没，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了，你很故意好吗？已经开始了。诺恩，这又是一个百感交集的时刻。虽然还是很舍不得你离开我们，但是我相信神总是有他的计划，相信神把你安排在那样子的当中，也必让你在那里多产倍成长全。求神能够祝福你在那个地方，可以为神做荣耀的，为神做很多荣耀奇妙的作为。祝福你！诺恩，虽然很舍不得你离开，但是我知道这只是暂时的。然后希望无论你去到哪里，都有神的平安跟喜乐充满着你。然后也希望就是到当那边去。会有更多的收获。好，就这样。买力。我们。想好了没？这一百个真的要讲。我想呢，我要跟诺恩说的就是呢，
在这些岁月里面呢、啊，在这些好几年里面呢、啊，我刚开始认识你的时候，觉得你可能是一个喜欢女生的女生。然后呢，到现在呢，说哦，跟你在那段跟你相处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你是一个很像女生的女生。嗯，非常像女生的女生。然后我们也一直呢尽情全力呢要你穿裙子。哎呗。然后尽情全力让你露低胸。然后像当然在那里是那是那个什么那段是什么热情吗？热情那种四六春之恋歌。春之恋歌的时候，你穿低胸真的也让我们性感，真的是性感。而且当你觉得时间拖太久的时候，然后走过来走到我旁边的时候，然后到我这样看你，有料，料特多，怎么会不穿低胸？对啊，希望这次你去大陆的时候啊，很快你就会回来，我知道。然后也希望能够在这几个月的时候，能够看到你蜕变成全男的女人。蝴蝶。好了，换你。蝴蝶，耶！yeah, 我们的诺恩要蜕变成小女人了。嗯，其实要说的话，平常我们两个就说的蛮多的。你也知道，我心里最大的渴望就是，我相信神会赐你一个又帅又棒的好老公。阿们相信这好日子即将要来到。阿们嗯，妹妹，而且要穿裙子来见，希望有一天就看着你穿着裙子，然后牵着你未来老公的手。阿们耶，祝福你。买很久，诺恩，你这个听到你要去深圳啊，要去大陆，就是刚听到的时候很压抑啊，就是觉得怎么办？以后我在教会捅娄子，谁能帮我？对啊，可是又很开心，就是说神要大大的使用你啊，希望就在未来在深圳的时候可以。要每天都想着我们，然后每天都有神的喜乐与你同在，并且在那边听说那些东西超好吃的，所以都要吃东西要节制哦。然后你看我跟，我吃穷了，那换我吧。嗨，诺恩，我到现在还是我不能接受，我真的不能接受。你要离开我们的事实，但是，真的看见神国度要即将兴起，觉得很兴奋，所以就祝福你吃到哪里玩到哪里，玩到哪里就吃到哪里，把这个神国复兴的火就这样子传到对岸去，然后翻遍整个大陆，祝你耶！哟，这个这个，嘿，诺恩 ，Hello， 诺恩。诺恩，听说你要去大陆宣教了，我和怡君会很想念你。虽然我们来积极教会这个接近一年的时间，但是我们跟你相处起来，我觉得诺恩你真的是一个神拣选的孩子，你是非常棒的，非常大有能力，然后上帝会与你同在。还有，不要想念我们的咖啡哦，因为我们会找机会可以帮你寄过去，对，或者是我们会去。大陆找你，然后对，然后我刚要喝你泡给我们的咖啡。怡君，祝你在大陆的时候一切都与神同在，然后事事都可以顺利，然后祝你住的地方也都可以很舒适，吃的东西也可以很健康，然后泡我们的咖啡，然后想念台湾这边的朋友，然后我们也会常常。对，记得写信给我们，或是 Facebook， 或是留赖。大陆现在流行微信。对。还有诺恩，你不要惧怕，因为你的出路，耶和华必与你同在，直到永远。所以你不要惧怕，勇敢的前进吧，诺恩。加油！我们与你同在，我们支持你。你的大小要把我们放在眼里啊，不要看小视窗。祝诺恩用福音占领大陆。Hello， 诺恩，跟诺恩 ，Hello。我们很感谢你，谢谢你这几年来的照顾。
然后谢谢你看着他们长大，还有谢谢你来，就是在我这几年的时间里，一直不断的对我的父母很关心，慢慢的不舍，还是要，亲自的对你来祝福。然后呢，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今天你说到的一句话是，献上自己，做神的器皿，只愿荣耀神的圣名。我在这里真的从你身上看到很多很多的对比，对家人的付出，还有就是希望你在内地的每一项事工都能够从神得来的智慧，还有满满的祝福。我们愿总之呢，就是舍不得你，但是又只能放你走。希望你一切都很顺利，每一天都能够经历神，还有经历神的恩典。谢谢你，拜拜。